因為佢哋咧就話一定要係攞兩個議席啦，咁但係其實喺一個地區裏邊咧攞兩個議席咧，其實根本係好難嘅事嚟嘅。喺過去裏邊嚟講，泛民主派未曾試過有人可以即係接近或者係攞到兩席噶嘛。而今次佢哋不斷講緊咧係要攞兩席，令到好多選民咧就係期望俾多兩席出嚟嘅票數俾佢哋，咁令到咧啲票數咧不斷嗰度提升，而其他人咧個票數不斷減少，咁令到有啲嘅候選人咧變咗落敗咯，比較講。